是因为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，探索的每一步都是一次奋力振翅，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。每一次清洁时扬起的灰尘，重复使用的脏水，可能都是新的污染源。拒绝污染，试试德尔玛多用扫拖一体机，可清扫地板，还可以变成喷水拖把，拖走地板污垢。扫地机模式配有螺旋软毛滚刷，轻轻一推，扫走地上垃圾，扫地不扬尘。水箱可添加消毒液，边拖地边杀菌，独立水箱喷雾，无重复使用脏水，一喷一拖，轻松完成地板清洁。大容量成盒，遗憾到成不脏手。德尔玛多用扫拖一体机，清洁轻松卫生，享受健康生活。冰箱都空了，看看雨停了没，去买点肉，买点蔬菜，还有水果。去，我去。妈，还要买什么呀？21Face 可以在家购物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云米冰箱，接电话。喂，老婆。老公，怎么啦？21Face可以接电话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你什么曲子？我用它给你整一首啊。那就来一曲《黄梅戏》吧。有了。树上的鸟成双。21Face可以听音乐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自己出来啦。21Face可以实时监控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拍下来，很危险。
云米冰箱，打开视频。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。二十一 face 可以看视频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老婆，我接到爸妈了，他们说中午不在外面吃了，你煮几个菜吧。云米冰箱，宫保鸡丁怎么做啊？二十一 face 可以学做菜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二十一 face 可以监控还能开门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老公，帮我扫一下地吧。云米冰箱，放扫地机器人。云米冰箱，你比我老公还管用。二十一 face 可以控制全屋家电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云米冰箱，我要听曲子。云米冰箱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云米冰箱，定时20分钟，提醒我烫好了。云米冰箱，烤牛排怎么做？云米冰箱，我要吃肯德基。二十一 face 可以语音操作的云米大屏大冰箱。